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卢台长。我先生65年属蛇的，问问身体情况有没有灵性？你先生啊？嗯。几几年的？65年属蛇的。65年属蛇的是吧？嗯。嗯。啊，有，在头上，经常头晕，容易发脾气，而且发起脾气是无名火，没有道理的就发脾气了。对对。我告诉你，身上有灵性，有一个女的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听懂。眉毛画的翘起来的，在她身上。嗯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我不知道，你先生我看长得挺漂亮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应该有情债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啊，你赶快帮他念吧。你不念的话他一直会发脾气的。他现在自己在念，他现在中风了2年多了。什么？中风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左面。对对。左面不能动了。对对。大家看到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他要念经。他现在开始做功课，每天可以念一张小房子了。哦，开始这倒蛮好。嗯，现在叫他吃全素呀。嗯，他跟着我1个月25天的素。我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好一点啊？啊，他的手虽然不能动，但是脚还能动一点点。能动，但是站不住。看见了吧？嗯。嗯。他开始念小房子的时候，他计数器都是我按的，现在他自己按计数器也可以。我告诉你，你叫他锻炼，他的手还能动，嗯，脚还能站起来，能一年半，你帮他放生15000条鱼。嗯，要多。你这个人们太节约，他们又会花钱，明白了吗？嗯、节约的嘞，哎呦。家里厨房间什么都不舍得扔掉的，空瓶子这么多。那肯定我这几天过来这里，我儿子肯定他喝酒什么那些饭。怪不得的，你看我看见他家里厨房里都是空瓶子，台长厉害不啦？平时不会的，平时。好啦。嗯。叫他锻炼。叫他念经，需要多少？他能站起来，以后慢慢走路。哦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感恩菩萨。他需要860张。嗯，好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见他发脾气的时候，那个脸呢、啊，跟平时不一样了。嗯，对。那个脸就是那个鬼的脸。嗯，他那瘦瘦的。眼睛爆出来的。哦，那时候他会走路的时候很会打我的。打你啊。对。我告诉你，所以这个报应啊，你现在啊，所以你们记住了，一个人不要过头啊，人家女人就是欠你的，你也不要欺负她过头啊，否则会有报应的。现在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吧？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。现在他现在拼命说我对不起你了，感恩你了，你们又骨头轻了。好好帮他念经啦。嗯，我梦到罗台长，跟我说叫他自己念的，要他自己念的。大家看见不啦？台长法身厉害不啦？罗台长，我是今年6月22号开始做功课的，我梦到罗台长4次。嗯，那好啦，不要讲啦、嗯。如果你能梦到罗台长4次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老公们肯定站起来走路了以后。讲都不要讲了。感恩。好了，你记住，你跟他讲，以后他站起来，叫他不要打你了。再打你，我马上叫他躺下去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感，罗大。我现在是用你的功德在庇应他的功德，你听得懂吗？嗯，感恩。明白了吗？嗯。好了。我可以再问一下，92年属猴子的有没有身上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？男的女的？男的，我儿子。没有，儿子挺乖的，挺好的，就是读书不是太用功，很老实，
吃东西偏食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功课怎么做啊？他我老公，65年属蛇的。老公每天叫他念5遍礼佛。嗯。好吗？好的。5遍礼佛，大悲咒念17遍，心经念21遍。哦。然后就念小房子。哦。好吧。那可以看我一下功课怎么做？我是73年属牛的。哎呦，你这个人是来还债的。哎呦。你是一条水牛啊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水牛应该在水里好，你现在这个水牛的图腾下面都没水的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都是干的，嗯，所以你要多洗澡，你每次洗澡你会觉得很舒服很开心，对，好像忘却烦恼一样。对对，对对对，因为你是水牛啊，没水怎么行啊？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功课怎么做？功课，功课，功课，功课怎么做？大悲咒，嗯，念21遍，嗯，心经念27遍 ，OK， 礼佛念3遍 ，OK， 好吧，我做到了，这些然后念消灾吉祥神咒，嗯，消灾吉祥神咒，对，21遍，我都做，嗯，还有台长告诉你，眼眶这里不要画得太黑，我没画，你没画，我不化妆的，哦，没画太黑了，嗯，那怎么办？修掉一点，到韩国去一次啊？嗯，不去。嗯，好啦，给你加持过了。感恩。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我四次到他梦里去了。他曾过有、嗯、曾经有一次做过我的学生。嗯、哦，感恩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卢台长。好好努力啊。嗯嗯。修成这个样，丢我的脸呢。我才3个月还不到，我现在。我说你上辈子修到今世这个样子，哦、丢死脸呐。你有一次，你老公跟你两个人可以做一个很大的生意，就是你们两个人贪，听得懂了吗？嗯、对对。对对对。是酒吧被他卖掉了。看见了不啦？嗯，对对对。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好啦，下去了，感恩，谢谢台长。